志祺，嘿，请问黑衣服的里面这件是白色衣服？地狱火俱乐部，邪教，邪教。Oh my god， 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怪奇物语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衣服。去哦，你看。哎，我觉得你这样好奇怪哦，你可以套回去，好怪哦，很怪哦，真的很怪哦，看不出来哦。好，那想问你，你觉得结局怎么样？我 OK 啊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他说他 OK。我觉得看结局看到我晚上睡觉睡不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为什么你觉得不行？我觉得那个什么主角威能太严重了。哦，你觉得他们根本不可能活下来？不是，哎，你看那个他当最后大魔王。他一个人都没有杀到，他唯一一个死的是被蝙蝠杀死的。那么我觉得这就是认知失调。我一开始就把它定位为肥皂剧，所以我就不会对他有这种狂发那个，我会不知道怎么收尾。